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乔。我现在在玩的游戏是《萨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最后飞到了拉涅尔山鸟望台。那我现在打算要来开这个鸟望台之前，先拿一下周围的东西。冰冻瘦肉、冰冷蘑菇，还有这边有一堆冰冷的料理。箱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拿，顺便再看一下还有没有东西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来开这个鸟望台了。开，打开，调查。那我们就飞上去喽。周遭的地图已登录完毕，空中的地图也打开了。好的，那我先到这个小岛上面好了。刚刚远远就看到这个小岛。有什么东西吗？这里有盾牌，那这个丢掉。有滑锹盾欸，那我们直接换这个好了，感觉应该是要用的。好，我们来按错边了吗？来按调查。哇，这感觉很难。什么任务都提示都没有，我们先存个档，然后装备一下这个滑锹盾，要用踩盾跳的方式下去。我们从这里好了，哎，就下去喽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给我？那我们一路跟着这个绿色圈圈下去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啊啊，错过了！哇，消失了，撞到岩石给我消失。来读取档案，就再试一次。哎呀 ，later， 好，一样换，哎，一样换成滑锹盾。为什么下去落地会给我死掉？
功了。结果是神庙。哎呀，不要来闹。这个是扎克斯克神庙，来调查他们自己人把自己人冰起来了。进去咯。哇，是赤膊上阵欸。赤膊上阵上身。刚刚滑跷就已经够惊险了，然后现在又要来打赤膊上阵。看一下哦。我们先解决下面的好了，不要问号啦。从这里偷偷摸摸进来。哎，怎么有计时炸弹？哎呀！等一下，在干嘛？我什么事都还没做哎、欸。先把他杀死。是被自己炸死。拿这个，把它捡起来。先慢慢升上去。怎么感觉会卡住？哎，谁呀？啊，果然死了。死掉了，从事。东西拿完之后，一样来这里。把这只怪物吸过来好了。过来。他怎么不过来？又来了，炸弹。剪一下好了，捡起来。想烧我，这
边好像有个射电箭的，它好像比较危险。哎，怎么上不去了？哇，阿乐气球也不下来了。用火箭盾上去好了。先飞去拿好嘞，这只好了。然后这里还有。掉下来的东西呢？看从这里，哎，射到。想丢我？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我这个十四的。那个火焰谷，然后他刚刚掉下来的东西也记得把它捡起来。刺打击棒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从来没有拿过的样子，我把它拍个照。佐纳尼乌姆之大剑，这样应该剩下那一只最强的老大了。我们从这边看能不能通天术，比较快。然后来这边。难缠的在那里，差点又掉下去了。把这个木箱拿来，把盾牌也做结合。马上被射到，不要让他有机会反击。干嘛？
火焰国。这个好了，这个是红色的。小心自己的精力，好紧张哦！再上去一次。我还有木剑吗？没了哎。可以捡。找不到路上去。这里。然后。幸好他不会回血。哎呀，小心他烧你。哎，我为什么要下来了？ Later。太恐怖了，我都有点怕。哎，好，要跑几个，好难打哦。还有剩下的火箭，我们把它跟我们的盾牌做一料建造。又按到倒转乾坤。还有这里，好的，可以离开了。赤膊上阵都好紧张。特等兵对矛，那我们就跟这一把换咯。好，调查，可以再增加我们的容器了。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咯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那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拜拜咯。